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新地中文教室，我是新地老师。今天我们接着来做 AP 中文的练习题。我们今天做阅读题。现在，请大家准备好笔和纸。每道题呢，我会给大家2分钟的时间。做题的时候，请大家注意，一定要找到关键词。做题的方法是先看英文提问，然后在中文的阅读内容当中找到关键词来做题。好的，现在我们开始。
好的，大家都做完了吗？希望大家做题的时候要跟上我的做题速度。有的题我只给大家了1分钟，有的题比较长的题，我给了大家2分钟左右。现在大家看一下这些题的答案。好的，根据这些年考试的 AP 考试的经验来看，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评价：35题当中，如果同学错了5题以下，那么你就有很可能得到满分5分。如果35题当中你错了6个到10个左右，你可以得到4分。如果35题当中你错了10分以上，那么就可能得到3分以下了。这就是今天我给大家准备的内容。最后，请大家多多关注我，然后我会给大家准备更多的内容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再见。